第五课，生词。字，汉字，繁体字。汉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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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个汉字都好像图画，而且每个汉字都有意思。每个汉字都好像图画。而且每个汉字都有意思。繁体字，繁体字，繁体字，繁体字。这个繁体字我看不懂。你只学简体字吗？这个繁体字我看不懂。你只学简体字吗？词，生词，量词，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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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。这课有几个生词？这课有十个新生词。这课有几个生词？这课有十个新生词。量词，量词，量词，量词。一本书的本是什么？本是书的量词。一本书的本是什么？本是书的量词。句，句子，一句话，句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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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会说英文吗？我一个句子都不会说。你会说英文吗？我一个句子都不会说。
一句话，一句话，一句话，一句话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只说了一句话，我要钱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他只说了一句话，我要钱。点一点，有点一点，一点，一点，一点。你今天学了几个生词？我只学了一点生词。你今天学了几个生词？我只学了一点生词。有点，有点，有点，有点。你的功课很多吗？有点多。你的功课很多吗？有点多。别，别，别人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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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一书。你别忘了量词，一本书。我有一书。你别忘了量词，一本书。别人，别人，别人，别人。我觉得很累。你可以请别人帮你。我觉得很累。你可以请别人帮你。怕，怕，可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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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怕。我怕说错。
你别怕，别人不会笑你。我怕说错。你别怕，别人不会笑你。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，可怕。你怎么了？那里有虫，很可怕。你怎么了？那里有虫，很可怕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教学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